宝顶跳下一只熊，这句说啥也不能怂。哦，刚才有个小子抢去开车，我要打不死你，我立马下播。哎，他咋没开爸爸呢？你露手啊你！<笑>这个时候他们直接开车压过来，不给机会，直接补跳，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。 这个时候看见房顶有人在那叫我，一波连点，直接把他给带走，非常 nice， 直接压过去。这个时候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肯定往我这里跑了，等他队友来救他。哦，丢完雷直接往上面压，哎，听见我过来一个人，他被炸死了，被秒点，直接打他，直接补救，我是谁我就不用多说了吧。<笑> 我这舔这个箱子，他队友居然跑过来了，直接把他给带走。你队友都凉了，你也多费机器吧。很快哦，遇到了非常刺激的决赛圈，发现一个小伙子想换车，哎，毛毛虫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一局打中了，直接切削，一波扫射，直接带走，非常的细节。嗯，转一个防区之后，发现有一辆玛莎跟了过来，应该是一个满编队。 虽然对面人数上占有优势，但气势上绝对不能输给他。先掐一颗顺爆雷，哎呀妈，都压过来了。雷霆哥吧，我去你的吧！一个没炸倒我，我本想再掐一颗顺爆雷的，结果这个小伙子直接压了过来。这一局这么多吉利服的吗？取消，直接打。 击倒两个换弹，直接补掉，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。打完两个，直接撤退，不恋战，非常的细节。嗯，这是战术性撤退，我一点也没怂。转了一圈之后，咱们已经绕到了他的背面，防区两个人已经压到仓库里面了，直接给了他一局，非常 nice， 带走。这个时候开车直接压过去，把他给补掉。 现在场上只剩下两名敌人，都是独狼。听脚步，仓库里面有一个人，咱们先藏一下，只需要发现另一位敌人的位置，这一局就吃鸡了。<笑>这个时候，咱们顺着围墙过来，看看有没有人。哎，我发现他了，别走了，坐飞机去吧，吸吸吧雷。<笑>这个时候，我是想负压压过去的，但是我想了一下，我想用雷把他给炸死。哦。 刚才那边我打倒了一个人，他还包了一指定有雷。咱们现在就顺着这个地方摸过来，捡到一颗雷之后直接压过去，一颗雷把他给炸死。这个想法非常 nice， 我真是个天才呀！这人还挺肥。<咳>天上飞来一只熊，落地祭坛不要怂。哦，看来这地方跳了两队，咱们先往防区退一退。<笑>手持镰刀向前冲。 拿下祭坛很轻松，啊！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小伙子以为我没枪呢。<笑>可是他万万也没有想到，我的镰刀使的也挺溜啊。<笑>这个时候发现这个小伙子开着霸王把他给撞倒了，你有车你就能这么欺负人吗你啊？<笑>本想抢个人头，但他不给我机会啊。 这个小伙子万万也没有想到，我的判断也很溜啊！你是特意过来给我送车的吗？谢谢。哎，这俩人不都是你撞走的吗？此时此刻我才意识到，我镰刀补你队友，那就是把你带走，抢了你的人头，还坐了你的车。你说你让我这扔了我脸，我哪搁？我这转了一圈，发现过来的小伙子想开祭坛。 我能给你机会吗你？人头是我的，祭坛也是我的。哎呀呀，我那终于雨了。嗯、啊，直接上吧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上面应该还有个人呢吧？哦，要问祭坛谁称皇，我要在这里拿一个淘汰王。哎，听脚步他过来了，直接一喷。哎呀，你还想跑？哎，怎么还有一个人？我操，又一个。 你给我过来！他好像拿的是个狙啊！你给我过去！六六六！你以为我没发现你啊？你喜欢雷？最后认识一下吧，我是饼干，搞笑不一般。
这破枪。底盘子小。天上飞来一只熊，落地祭坛不要怂。哦，这上面已经去人了，咱们拿着车去房区找个枪，等会儿把他给废。哎，怎么下来一个？你想开祭坛呀你啊？看你在这天上迟迟不肯下来，我就知道咱俩玩的肯定不是同一款游戏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肯定是玩的落地成盒吧？而我玩的这款游戏可就厉害了，跑跑卡丁车。哦，我去房区捡了一把枪之后，发现他队友要下来救他，可是他队友已经凉凉了呀。你下来的也太晚了吧？别打我，大哥，别打我，大哥，别打我好吗？小姐姐，给我跳个舞，快点的。好，我给你跳舞，我给你跳舞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别打我好吗？你再换一个，我不想看这个了。还要跳吗？你要再换一个，我不想看这个了。那我换一个。那我再换一个。这个我没有。那你再换一个，换一个，换一个。我不要这么男的，我要那种女的那种动作嘛。那这个吗？这个吗？再跳第一个，跳完第一个放了你。怎么样，可以走了吗？放我走行吧，大哥。叫一声好哥哥。好哥哥。好哥哥放我走。好哥哥放我走。拜拜。给你把枪，给你把枪，给你把枪。你别凉了你、啊。这么好吗？你要能到决赛圈，我让你吃鸡。哎呀，走了我！哎呀，你说你这是干啥呀你呀、啊？哎，本是同根生，本都是小熊，相煎何太急？哎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还打我？最后认识一下吧，我是饼干，搞笑不一般。天上飞来一只熊，落地祭坛有点怂。啊！祭坛飘了一个满编队，咱们先往房区退一退。房区捡了一把弩，咱们开着蹦蹦去把人堵。哦！这个破楼有脚步，他好像没有枪，就为你难受不？他跳下来了，打他！这一弩满分。六六六！虽然我是一个无情的杀手，但是现在肯定不能补他，等他队友来救。哦，这个时候咱们开着蹦蹦去转一圈，骗他一次，咱们要走了。哎，下来一个人，直接去压他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想开祭坛，我能给你机会吗？我，你就硬开呀、啊、你啊！看不见这有头熊吗？这个时候我绕过来找第一个人，发现不见了，这上面还有没有人？哎，他在那爬着呢。直接把他给补掉，这前面是个啥呀？毛毛虫，他敢打我，嘿，坐飞机去吧你。这个时候我正在观察上面那个人有没有下来呢，突然发现这个地方竟然被开了，一怒之下我就是连扫了一梭子子弹，结果没打到他。这个时候他直接就往上走了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上去肯定要直接拿枪，这个时候咱们是有枪的，他现在是没有枪。哦，所以我现在一点都没有慌，我就直接上去打他，洗洗吧你。祭坛的宝箱一打开，没有 A 大不应该，追过头去。这个骷髅掉山顶上面了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我肯定是第一个到达这里的，而且这边肯定是不会跳人的，
这个喷头马上到手，希望里面的 A 大佬能归我所有。哦，老鸭佬，喷头我来了。刚才我有一个大黑胡子呀。这个位置你都在抢，虽然我这把不是人，但你是真的狗啊你啊。浪费机器吧你啊，直接补掉。我换子弹我也补你啊，直接补掉，我是没有感情的杀手。哎呀哎呀 AWM。 最后我认识一下吧，我是饼干，搞笑不一般，天上飞来一只熊，落地拿车不要怂。哦，变身小黑来祭坛，你得听我把咒语念完，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开。来到上面开宝箱，没有一把空头敲不消。玄武祭坛没吃饱，开着小白往青龙跑，我来了。青龙青龙，来把空头敲吧。哎，被开了，只有一个，那这不是打工人吗？打工人你已就位，看我一下子把你给撞废。开完宝箱赖赌球，生活绝对乐逍遥，上球。哦，我这一趴就是三分钟啊，终于来人了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们肯定现在没有发现我的吧。打这个人机打得挺嗨呀。这个时候我感觉机会来了，这个小狗一直在那蹦的，我忍你很久了。打倒一个，往后撤一下，不能让他发现我的位置。球下面有一个人在跑，他疯烟的，咱们直接打他。虽然只打中一球，但是气上我也拿捏他了。又击倒一个，很 nice。这个时候发现右边那个小伙子居然直接干拉过来了，咱们可以直接打他。这个时候还有一个队伍，我发现他了，直接穿烟走一波。你这个架枪是语文老师教的吗？直接给他补掉，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。哦，正当我过来想打这两个人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又来了一队人，你这个火力真的猛啊！我是一边气到一边跑，你们可千万别把我发现了。你们要过来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们这一队人是不是把我的两个人头给抢了呀？有本事单挑啊！要不是我刚才跑得快，你们这一队都得玩完。一波扫射击倒两个，很 nice。 三个，非常漂亮。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打懵了，他已经不知道我在什么位置了。多费机去吧你，还敢抢我人头。此时此刻我只想一失一手，这波球赌得很成功，给饼干一个关注中不中。天上飞来一只熊，落地祭坛不要怂。哦，这一局利用飞机直接飞到祭坛上面，我是带着枪的，来这边好的钓一波鱼，我真是个天才呀。高空危险不可离克载具。我这不都已经落地了吗？我这就下不来了呀。这个时候我已经挣扎了一分钟了，可是我就一直下不去。我这个时候要不是开了直播的话，我可能就已经直接退出游戏了。可是直播间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就以我这个小倔强的小脾气，我就必须得活着出去。哦，因为我就喜欢挑战嘛，本想利用我这优秀的操作上来钓一波鱼，然后对着光子装个逼，可结果大家也看到了，挑战失败了嘛，不仅没有成功的钓鱼，还让光子限制了我的载具。但就以我这个小倔强的这个小性格，我是绝对不会认输的，主要还是直播间人看着，要不然我早退出游戏了。咱们这个时候往右边插一颗雷，利用他这个鱼阵把咱们给震下去，雷声爆爆。哎呀呀呀，下来了。哦，那个小人机吓我一跳，你知道吗？直接秒补你，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，
经过一波极限跑图之后，咱们也是成功进入了决赛圈。这个时候呢，我是一点也没慌，直接打头，打中两枪，直接去卯他。因为我的能量没有满，所以说我并不占上风，但是我的气势必须给压制住他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肯定是要去打药，直接往门子里丢一口火，卯上去。哎呀，烧死了！这个时候去舔包是很不正确的，你看我烧着自己了吗？但是我忍不住啊，我太穷了。哎呀妈呀，真香啊！赶紧打个药进圈了，发现那边有个小伙子，看我侠级棒，狙法，牛批！到了决赛圈，只剩他一个人了，我一直在跟他拼锅，那小伙子也回应我了。来嘛来嘛，拼锅，那你倒出来。不是拼锅就谁是狗哦，我告诉你哦。来，我也丢了枪，这样公平一点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们俩就开始吧。音乐老师夺权。好的。面对疾风吧。这么牛逼的，牛逼牛逼牛逼。承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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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最后我认识一下吧，我是饼干，搞笑不一般。天上飞来一只熊，落地成盒落地祭坛不要怂。还没下来。马上啊，马上一把枪，给我一把枪，给我一把枪，我就让你们全部死光光，这就是战术，知道吗？直接打他，这个时候把他给打倒了，咱们不能补他，等他队友下来来救。你队友呢？你队友呢？前面一个人机拿着枪，咱们直接把他给打掉。哦，下来之后直接秒补，不给机会。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。等他队友来扶，哎，来了。他从后面跳的，我看见了。站的。先拿这个大点。最后认识一下吧，我是饼干，搞笑不一般。天上飞来一只熊，落地风区不要怂。哦，一个人都没有，我怂谁呀？哎，这是啥呀？哎呀妈呀，暴富了！这个时候咱们购买了一个粘性炸药，来到这个玻璃这边，用炸弹把这个地宫给炸开啊！你要不这样的话他站不住。哦，这个时候外面有两个人机在打架，但我都不想看他，因为人机哪有金条香啊。这个时候他们直接下到队里边，里面有一个挖矿机，挖矿啊矿啊。就这一个字你就应该能体会到他到底有多么的肥啊。这个时候出来几个小怪，你休想怪我好事。这个时候前面还有一个小怪，但是我选择先舔金条，因为我忍不住啊。你离我矿机远点。哎呀妈呀，真香啊。就说咱们开采完成了，哦吼，3000大洋，这不发财了吗？哦，这个时候我发现前面有一堵墙，咱们买一个粘性炸药，利用炸药把这个墙给炸开。呸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里面一定很肥的哦。炸开了炸开了，有金条有金条，快捡！我的天，这么肥！
据说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我应该是这个岛上最肥的小熊了哦。才出水了两分钟哦，经过我这一顿的买买，我就体会到了富人的快乐，真好。上面那俩脚步我已经忍你们很久了，钱都被我花光了，你俩气不气？来来来来来来，有本事下来打我仨。你还真敢笑嘞。咱们就等他队友换弹的那个时候啊，把他给补掉了，非常的细节。哦，这个时候我俩在相互架着对方，谁也不敢冲过去，反正我是不敢。这个时候他骗他一波，直接拉过来，他说要直接打他，今天时间不好，我可得跑一下，直接打他。苗补不给机会，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。哦，很快啊，用到了几张 MC 的绝代圈，前面有个小姐姐已经被我打倒了，直接补掉，不给机会。我是谁就不用多说了吧。这个时候下来了一辆飞机，好像是可以直接撤离，但是那个山坡上有人，没有办法了，只能压过去。当我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这个小伙子直接就不见了，他撤离了，我也要撤离，哎，我咋撤离不了呢？这个时候头顶上过来的人了，找个掩体架一下。这个时候他们不要慌，听脚步只有一个人，咱们拿两个张瓶给他封一下路，不能让他跑过来。哦，正当我冷静的思考怎么跟他打的时候，突然听见右边过来脚步了，还打个啥呀？哎呀，第一！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个时候肯定有人说我怂了，这是个战术，他们懂个卵子。最后我认识一下吧，我是饼干，搞笑不一般。天上飞来一只熊，落地祭坛不要怂。哦。这下面有个小伙子去祈福，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打工人吗？哎呀，时间刚刚好，我先上去了。小伙子你难受不？我在祭坛开宝箱，那个小伙子还不敢上来跟我抢。哦，狗杂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那小伙子就不用上来了吧，我都舔完了。拿了喷子他叫你阴我，你是老六做的不合格，那我一波带你成盒。很快啊，遇到了紧张 MC 的绝代圈，前面的树后面趴了一个小伙子。哦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应该也发现我了吧，可是他为什么一直没有打我呢？哎，他动了，左边有脚步。我操啊，等等有呢，要不是我反应快，这把我就凉凉了吧，一点都没慌。这一波就比较细节，用烟雾弹封一条路出来，直接进圈。哦，这个时候他们找个掩体藏好了，球上面还有两个人，左边应该还有一个，以我现在这个技术来说的话，这一波必定吃鸡。这个时候开始刷毒了，直接打他一波扫射，直接带走两个，非常的 nice。这个时候场上只剩下一名敌人，咱们不需要怂他，直接冲过来。这个时候我开了全麦跟他说，小伙子拼不拼锅，可是对方并不想理我，还给我丢了一颗手雷。小伙子你虐我千百遍，但我还是拿你当初的。过分了。拼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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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无情和尚，你给我的掉。机会给你了，你也不重用了。再和我认识一下吧，我是饼干，搞笑不一般。天上飞来一只熊，落地祭坛不要怂。哎呀，脚滑了。这下面有个小伙子在蹲着，咱们从他头顶上跳下来，直接锤他。这个时候他突然站起来，抬头看了看天，我都快锤死你了，你还发现我呀你啊？他队友居然过来了，打不过赶紧跑，往后撤一下子。哦。还追我，还追我，打他一拳赶紧跑。这个时候他竟然没有过来，哎，你们这是要玩车轮战呀？大脸活人啊，我都直接把他给补掉，不给机会，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。哦，我都在这待了三分钟了，你们终于想起我来了。他们是从防区过来的，手里绝对有枪。来到这个后面卡一下视角，对面俩人不要慌，他敢过来就闪身敲。你还真敢来呀你！接着我一个兄弟们用火力压制我，准备换弹，直接怼着他。nice， 又过来一个。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人都不敢过来吗？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他们可
这波肯定是被我的气势给压制住了吧？啊！这小伙子疯烟了，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他肯定想过来直接蒙我。这个电话应该太冷了，掐死我了！哎呀，我们撑一跳。哎呀，这个宝箱还没开呢，开一下。这一波舔包是不正确的啊，但是我没有忍住。换波子弹打个药，听他们怎么不疑惑哟。 看你这个疯癫的方向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是想过来舔那个宝箱的不？可是没有想到被我舔了吧？气不气？气不气了？来来来，你打我呀！咋的？舔不了我，你难受了？这小波他给我也跳过来了，继续卡视角等他过来直接打他。nice，面对，一点都没慌。最后认识一下吗？我是饼干，搞笑不一般。 天上飞来一只熊，落地祭坛不要怂。祭坛上面人不少，咱们来到房区把枪找。哦，这个时候咱们拿着枪赶紧回去。正当我跑过来的时候，发现有三个人，这个小姐姐回头在那念咒语呢吧。他被我发现我有枪了之后，直接想跑，你能走了吗你？哦，这个时候他队友直接向我冲了过来。 看他这个架势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是想要跟我拼拳的吧？那我岂能怂他？音乐老师，都取人。好的。面对疾风吧！妈的，锤不过你就用枪啊！你真不是人呐！你是人吗？你是人吗？ 你要不说，我也没发现我是只熊呢。来到祭坛开宝箱，只有一把妹控枪，不香。看见人机在打架，我连点两枪，比你拿下。这个时候来了一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肯定会直接上来。你知道啥叫落地成盒吗？跪下。 行了行了，你要你队友来救你吧，我不打你了。那你别下去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他的求生欲是那么的强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刚才他肯定是一边落地一边想，队友队友快来救我，他不打我了。哎，我咋没了？这你别下。最后认识一下吧，我是饼干，搞笑不一般。玄武祭坛设个局，别人祈福，咱钓鱼。<笑>我在这里泡了3分钟，终于听见有车声来了。 这个时候，这小伙子直接来祈福的。哎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小伙子应该是导演，请了个演员吧？非常的配合我的演出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咱们解把枪，然后我来卡他一下。这个小伙子是从房区过来的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应该是有枪的吧？哎呀妈呀，三级头！打他！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个小伙子肯定得卸点游戏的吧？刚舔完宝箱，突然发现来人了。 我操，三个，先把两个雷炸不炸的倒没有关系，气势必须得拿捏他。哦，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直接上来，还是准备一个掩体。过来看看能不能把他给打掉。哎，他跳下去了，嘿。哎呀妈呀，手滑了，没有办法了。谁痛谁受哈。赶紧上来，这个时候他还没有上来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肯定会直接过来猛我。他不知道我上来了，直接打他一波。打掉之后不要补他，等他队友过来。 哦，这个时候他肯定给他队友爆点呢，咱们往下丢一个东西。来吧，团长，非常 nice， 咱们先不要补他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另一个队友肯定也会过来，咱们就往那个台子上丢个火。我丢，小伙子你倒几次了呀？这就没了。<笑>这个时候我在打人机，突然发现上面来了一个脚步，直接打他。 还想吐我屁股！他最后一个队友不敢上来了，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应该是一个小姐姐的吧？这个时候你要是敢上来当一波演员，今晚上我就给你买棒棒糖吃。看他这个操作，是个小姐姐没错了。哦。
我那一趴耽在了我一动没动啊！既然这样的话，你就不要怪我无情了。嗯，镜叔他要先往他的脸上丢两个烟雾弹，封闭一下他的视线，然后咱们控制这个水流往下游，不要往他直接跳。哦，如果刚才不是你的队友想吐我屁股的话，我也不至于这样操作呀。镜叔他肯定还没有发现咱们，咱们直接跳下来，利用这个水流，咱们再进去，然后直接跳出来。 非常的细节，直接扑他屁股。你别笑。正义波操作非常的细节，非常的 nice， 小姐姐真香啊。最后我认识一下吧，我是饼干，搞笑不一般。